阿北也在飙车哦。阿北来了来了，我来给你一个大特写，再加个 slow motion。阿北帅哦。帅气的，这个一定要记录起来。改装电动辅助系统，加转向系统，还有加装后照镜，还自制风飘带。虽然看它是蛮危险的，但是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今天这集要带大家到南台湾的重机休息站海豚湾，相信有在骑重机的朋友都家喻户晓的地点，位于枋山乡的 7-Eleven 海豚湾门市，距离高雄约1个半小时的车程，距离80公里，是往垦丁与台东的中继点休息站。这次又一样经过旗南路。不过上次才认真考虑买运动相机而已，这次就先跟朋友借了 GoPro 7 Black 来试试。另外还有一台旧的 GoPro 4辅助拍摄一下。现在这台就是 GoPro 7在安全帽下巴的视角。你看一早的天气多好，北大武山整座出现，非常清晰壮丽。还有斜张桥在下方陪衬。斜张桥出现了，约好了在桥下方的骑士店与车友们会合。骑士店这家店应该大家骑车车友也都不陌生，这波疫情让店家受害不少，希望店家们都挺得住，让众车友们有地方可以聚会。车友阿荣已经到了，再等另外两位就可以出发。大伙到齐之后，走里里大桥台22，跨过高屏溪，对岸就算是屏东了。桥体非常的笔直，这条路就是我上次说的，一直笔直的往中央山脉方向。如果一直到沿山公路台185，山的景色就会一直往自己靠近过来。到离港后往南，这里是台22线，右转台3线。刚刚的动作叫做 double shoulder check， 就是确认是否有来车至少两次，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动作。由于大伙6点多就出门，还没吃早餐，遇到的第一个 7-Eleven 多多利门市，大伙暂停果腹一番。便利商店真是骑士们的好朋友。之后我们沿着国道3号下方再接回到台1线。骑这里的好处是不用晒太阳，这条路我还是第一次骑，因为开车时都走上面国道3号，骑车则走88快速道路。倒是屏东马拉松曾经在桥下跑过，优点就是不用晒太阳和淋雨。这次的成员一样是桥头非常机车般的车距，本来大伙都是在桥头玩遥控飞机而认识的，近年来才陆陆续续买重机骑车。
带队陆队长春拉，再来是阿德跟阿荣，和上次梅山口一样是四位骑士，大家都已经算是不老骑士了。台一线绕过潮州之后，路上的重机车友就纷纷出笼了。有了其他骑士轰隆隆的排气管声浪，气氛开始不一样了，感觉大家开始热血了起来。接下来的路段就比较简单，就不断往南到枋山乡。潮州这座高架桥不知道在盖啥，查了一下是台铁机场南迁潮州的厂址。换 GoPro 4自拍一下。旧款的 GoPro 色彩没有那么缤纷，防震效果也差了好一截。换个角度继续测试。这里是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路入口，一般汽车因为都开高速公路国道三号，所以会从右侧汇入台一线。重机因为法规限制无法骑乘国道，所以这段路慢了汽车至少30分钟的时间。这里是平峨公路，由于这段道路还具有战备功能，路又宽又直，几十年前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飙车地点了。不过今天路面中线都围起来整修，只剩边线可以勉强通行。还好现在还是在防疫期间，汽车不多，不然可会塞车塞到爆。这里是水底寮，是台一线跟台十七线的交汇路路口，以往垦丁塞车，车道管制都是从这里就开始了。再过去不远，海豚湾就快到了。这里已经是沿着海岸南下，空气中呼吸得到海水咸咸的味道。早上9点，我们抵达目的地 7-11 的海豚湾门市。前面海豚拱门就是它的地标。海豚湾的人潮，疫情之下，海豚湾的停车场算是聚集了不少重机了。有哪见过来，拢会来这间啊？
哎，因为西门遐无诊所，对啊，封起啦，无好几间封起来，所以伊拢爱直接去诊所。所以我们这一集的重点要跟大家介绍这一家莱尔富，莱尔富就在海豚湾 Seven Eleven 隔壁，结果几乎没有人，而且这边还有厕所，而且里面还有厕所，对，然后还有充电器、充电设备，而且风景又漂亮，又有冷气，没有冷气。座位你看那么大，都没有人，然后另外隔壁挤得满满的，然后还在外面晒太阳，连冷气吹都没有。那个富春强力推荐哦。你阿仔，我要叫去吃迄落。啊，迄个。我要叫去吃虾仁无？无爱吃，昨天阿无水啦。昨天阿是毋是对一只？一只迄落。你只1000的，我讲迄个查甫的啊，查甫无，我看迄个查甫伫遐徛的，你只虾米？哦，你只虾米讲你只查甫伫遐徛，我三只伫遐徛呢，你就是伫遐甲因约会无？约会了是不？然后朱老师是不是甲因约会？我到迄个三岔路遐无？我一我960的迄个三岔路遐。对了，朱老师你是甲伊约会？到遐了时阵，那台伊要接迄个台式器遐。到阮底下就开始去，包括迄只放大，迄只1000的嘛，伊有包。哦。因为哦，一开始我搞两下，我你搞我那时阵我讲无啊，无啊，无啊。所以头先徛的时阵，拄好三只嘛，啊，甲尾一个，因迄群拢徛哈嘞，甲尾佫伫上个头前，甲尾哈嘞，再一个查某，啊，两个讲。甲咪讲，你为虾米徛遐近？我伫伊后边，啊，着甲伊另外迄个哈嘞。我讲，你为虾米徛遐近？甲你徛来讲，我来知后边人拢徛遐慢，你知无？哎，我着伫站尾跑道嘛。哎呀，啊，阮站尾跑道是毋是甲迄只迄个，大家拢伫遐接车无？啊，然后着是。对啊，迄阵大家着开始列啊。系啊，阮着伫遐列啊。一间 highlight 就在 Seven 往前。不用50公尺，里面的厕所看起来非常的干净，就在门口进来右转，里面空间很大，有冷气。去 Seven 还不错。无敌海景，教之下 ，Family 里面要装有隔板。这，我靠，多的太夸张了。超级夸张的人潮。Gentlemen, start your engine. 踏上回程，使用神奇的倒车档。这个倒车装置还蛮奇妙的设计，如果没有正确的使用，这可会直接当场坏给你看。不过，要不是有这样子的倒车装置，这辆重达400公斤的重机，我可能怎么推也推不动吧。以上是我们在二级微解封下的海豚湾重机小跑，希望这波疫情能快点结束，让各位重机车友能尽情的骑乘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敬请帮忙订阅，一起期待下一支影片哦。